相声对坐数来宝，表演者靳鹤兰、朱鹤松。谢谢啊，谢谢大家伙儿热情的掌声，谢谢您各位啊，谢谢您热情的掌声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我一上来，你就有一种停电的感觉哈、啊。来了不少好朋友，都欢聚德云社听相声来的，茶余饭后啊，消遣娱乐一下，人们享受生活。对，这个听相声啊，也是享受的一种方式，放松心情。释放释放啊，生活当中这些啊种种的压力，对，挺好。我看有好多那个家大人也带孩子一块来的，嗯，哎，有的带着家里边人呢来，这个快过节了嘛，放假了，听听相声，开开心心，都挺好的。这孩子还沉迷于刚才那个节目里了啊，挺爱看啊。说明什么呀？这孩子人听进去了。哎哎，另外说明啊，变相说明演员演得好。哎，说相声深入人心、啊。逗哏的叫安霄峰，对，捧哏的这个演员叫胡龙平，人家给人说了一段口吐莲花，嗯，这个节目也不错。哎哎，这个以这打人为主，嗯，这个节目来说吧，啊，不用你答应啊。就捧哏的都坐台下了啊，这个人家表演的相当好。当然这方面吧，好多的演员呢，他都会，哎，都掌握这个节目，哎，传统的节目，让人家休息休息吧。嗯，这趟换上我们哥俩来，再给您说一遍，继续给您说相声，也不是什么明星大腕，对，老多朋友对我们哥俩也不太熟悉，比较陌生，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了断介绍，了断介绍一下自己，我想死在大石栏啊，痴心妄想，这能给你埋这儿吗？所以想一想吧，哎，我的名字叫做靳鹤兰，给您这里名年轻相声演员。这是我的合作伙伴，哎，我的搭档姓朱，朱鹤松。是的。好多朋友对朱老师有一定认知，哎，有的都是老朋友、老观众了。对，朱老师在相声领域现在要怎么说，有一席之位。哎呦，谢谢您，这您甭客气啊。哎呦嚯，今天来说，整台的相声演员来说啊，您最有名气。哎呦，我这当不敢当啊。对，你像今天啊，你往里一看，二三百人，是，咱要说这二三百人都是看您来的，啊、这不大可能。哎呦，是，哎呦，你跟看你还真不少啊，啊，就看你的都是买后排票的啊。就是有喜欢他的朋友、啊，现在这个知名度啊越来越高，嚯，小有知名度。谢谢你，包括我来说吧，啊、你别看咱是逗哏的。按理说这个逗哏的占据一定的主导力量，但是我呀靠人家生存，不能这么讲话、啊、这不是真的啊、嗯、这说白了，这是天天的要不跟您合作，哎呦，没人乐意跟我搭档。哎呦，您这是高抬我了，这是这高抬我了，这是狗吗拜拜。这我们中国传统礼仪作揖嘛，这不是，对吧，真的，哎，老师真好，谢谢，真好，各个方面特别优秀、啊，当然说我也努力，对，咱们都得努力，我也努力，相声四门基本功课啊，吃喝赌赌我也是特别的优秀，说学逗唱，后来变成说学逗唱了，后来啊，我也努力学，哎，我也努力学，因为我跟那个他们好多演员不太一样，有点区别。对，你比方朱老师吧，啊，他自身呢有这个幽默细胞，哦，外加上有一定的天赋，嗯，人家是后天努力的，对，后天努力的，对吧，而且属于半路出家，对，原来其实我是一个就是一个在学校的学生。那这个是什么意思，说相声这手眼身法不得有范儿啊，我这不都瞎范儿吗，这个瞎范儿也是范儿，我以为你是狙击手呢，以前没有人，这现在不让私自自个儿干。那这个过去学生，这个学什么专业呀？学的是那个，那就就是反正挺冷门的那个，挺冷门的，那叫是会计。会计冷门什么呀？这会计冷门什么呀？惭愧了，这惭愧，做假账的吗？还没到那步呢。
那是资深的会计。对对，反正就是一般来说啊，财务，哎，管钱是不是？没错没错，这一般那个发工资呀什么的，这不都需要会计？对，都得有会计，算呀，得会那个，就是那叫什么，得会验算呀，验，不会也得会小九九的。对，这加这个等于这个。然后拿这个再捡这个，还必须就得等于这个，这是验算的啊！哎，这个一般我不懂啊，闲聊啊，这个会计这个对口的单位是不是应该是银行算不算？嗨，哪个专业对口的都能去银行，前提是给人家用我。不是，你看啊，嗯，你毕业了以后。你到那儿应聘去，人家这个你有这个专业知识啊，为什么不用你？因为我得在那五八同城上先发帖子，我得发银行，你用不用我？要是用我，给我回个电话；要是不用我，我就不等信儿了。就是银行也是五八同城嘛，那肯定要他们有什么渠道呢？人才市场，银行职员有走的没有？走的没有？走的没？没那块花，没对人拿银行。不是，我一直以为五八同城的都是说我爱我家呀、链家呀，都这些。不是，五八同城是一个很全面的网络啊，什么招工啊、找工啊，就是一般发找工作不发简历，啊、就发你用不用。不是，对，咱见面聊嘛，见面聊，见面咱们就还得，这是给钱吗？什么？那人银行能这样？把简历给人家，人家再看，对，这是哪哪哪的高材生，哎，这学过会计专业，哎，人一看，嚯，这朱鹤松，哎，这艺名真名朱凯，哎呦，这哥们了不得，哎，好，这什么中专呀、啊？这是中专呀、啊。中专啊，中专，也不必骄傲、哦。你还要点脸哦？中专会计啊，不行、啊，那能用你吗？人家我就不等信儿了，我不就干这个？你都不许给人家发。对，哎，发不发在我，用不用在他。我要没发，我就输给了自己了。对吧？你中专水平，这都不配拥有那个敲门砖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不是你现在你这找工作哪个抄起来不得是大学生啊？对呀、啊，万一人家银行正好想要个中专的呢？干嘛扫地啊？那扫地也不用我，那有保洁公司呢，那个。当你这中专水平太什么玩意儿？当万一呢？万里他不得有个一吗？让人中专上当行长，那怎么不得有领导能力呀、啊？这刘把这个弄了去，这刘去中午咱们得烙饼啊！刘去把那钱都搁自己锁上，钥匙搁我去。要这几件事儿，谁都能干。领导人家得学这个领导能力呀，也得进修，人家也得学。对，人家领导倍儿厉害，那一百块钱拿过来，灯底下一看，人家立马知道真的假的。不用行长，我也行。哦，不，那你也了，你也发一个，万一把你用了呢，你不也好起来？不是，人家那个银行工作的，不是这个钱拿过来一摸就真假，人都知道吗？哦，那上都写着了，这是假的。人家有那个验钞机嘛？啊、哦，这张是假币，啊、哦，这是假，有那个吗？对，人家手、哦、手捻就能知道。那可不嘛，是功底。但确实您这没文化水平低，哎，他没用我，我一看，哎，学相声，这用这不靠学历，这好啊，这个这不错啊，这好啊，你看阴差阳错的，哎，干了这个行业了，哎，这不也是嗨，哎，这不满意吗？满意，我跟您不一样，您呢？你看我呀，我上的就这个专业的院校，哦，上的是哪个学校啊？是在天津。天津有一个北方曲校，我不是？哎呦，北方曲艺学校。对，哎呦，那个学校太厉害了，那学校，不比黄了啊！那学校太好了，还行吧？走出了好多的大明星，哎、是吧？那叫嘛？关晓彤、哎、啊，鹿晗啊，他们都打那朱一龙啊，是吧？都打那学校出来的。北方曲校啊。能出来关晓彤、鹿晗、朱一龙，是他们仨疯了还是学校疯了？那咱不都说的是那他们都那个北电中戏，这你们那不是那校中校是吧？北曲的校中校是北电哦，不是是吧？北电的全称什么呀？就北方
电影制片，不是电影学院吗？电影学院的后来改的这个是吧？对呀、啊，你中戏中央戏曲学院、啊。对对对对对。你看我们这名儿、啊，北方曲艺学校。哦，学校。对，差一个字儿。我说不光差一个字儿，学专业也不一样。哦，人家专门学这个影视表演。你们这儿都干点什么？曲艺人才。哦，为曲艺事业弄一帮人才先养那儿。哎，对对对、啊，主要的对口的就是以这个我们叫宋说。哦，宋说，宋说专业就是什么叫宋说？哎，宋就是一个言字旁，这边一个工，是那个吧？一个言，一个工。宋说，哪个工？是那个是男的还是女的那个工？不是、啊、不是哦，是那个 SONG 四声，对对，就这个宋宋说，我们一会儿给你送出去吧。哎，不礼貌了啊，这学校怎么没大没小呢？宋说一个言字旁啊，一个勇。哦啊，勇勇，不是这个勇啊，这是哪勇？这是勇敢的勇，勇、哦、是不是？哦，哎，兵马俑的俑。哦，啊，这个宋说，宋说这个，这个主要的对口什么呀？相声啊，相声宋说专业，这说话嘛，评书说口，哎，对，以说话为主，评书、哎、哦，快板嚯，哎，我们学就是这个，哦，就是学这些这个传统艺术，对，是吧？我就是这个专业，那太厉害了，学这个专业，哎呦，学了三年啊，三年，你提什么水平？我中专，呸，嘿。啐我一嘴！你猜我什么学历？您是中专。嘿，哎，倍儿好。对，我也中专啊，这个专科院校是吗？专科院校，在这个学校啊，学了三年，学了三年，学三年，学的主攻的专业是相声。哦，专门就学的相声，专门学的相声。哦，当然我们那不仅要学相声，还有专业的，比方说吧，快板。啊，哦，相声还能学一快板儿？哎，快板我在取笑的时候我是最爱的。哎呦，嚯，你太厉害了！这三年的时间，我就在钻研这快板艺了。哦，钻研会了吗？略窥门径。那你这完蛋了呀！你这个家长花了三年钱，略窥门径，不怎么样啊？我这不谦虚的说。你别谦虚，你就往那狠了说，撒着狠说，急头白脸吃一顿得多少钱？当时啊，我在这个取笑，怎么来说这快板儿专业就。快板太陡，快板太陡，哎，快板太陡，这快板界有这个词儿吗？快板太陡，哪界有这词儿？啊？哪个行业有这词儿？那话剧界不有什么话剧太陡、京剧太陡，人不都是那个？对呀、啊，你快板这个这么多年了没出来，哦，我先把这坑占上。对。还真是快板界的小伶人啊！对，你相声，你相声有这个逗哏的泰斗啊，有捧哏泰斗。对，我是快板泰斗、哎，我把这坑占上。太厉害了！哎，快板很优秀，很优秀。哎，三年的时间钻研这门艺。哦，那阵儿来说吧，很喜欢，是吗？很喜欢，因为不是一般人呢就能从事得了的。哦，就是一般人他就唱不了快板。那当然了，哦、首先来说你得会打板。那可不嘛，这不是一般人能打得明白的。你必须得有手啊！你不仅有手，你手指它得灵活呢。这它得分溜啊！快板可以称得上是东方芭蕾呀、啊。也没有那么夸张、哦、啊。但是有一定的难度，是吗？有一定难度哦。啊，这样吧，干说没什么意思啊。您要，我给大伙展示展示。你要展示快板，我给大伙卖开卖开。哎，今儿观众可来着了呀，这真是普天同庆啊，拿着当过年了。哎呦，以后我就把今天定成我的生日了，我就记住了，就是你生日。我太开心，您要在这展示一下快板，给大家展示展示快板艺。来吧，上活儿。首先来说呢，我们得拿一下我的乐器。乐器，来吧，是这个吗？哎呦，你还真认识。来吧，快拿吧，我就不上手了。这上面都是大肠杆菌吧？这怎么有这么脏吗？这有益于传染。这是快板儿，人家那都两个手弄，你这怎么就是合二为一呢？你看观察力很高啊！啊，这个问题问得好。哦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呀？可以拿下来。哎呦，学过乐高课是吧？对对对对对，厉害呀！
打两下我们瞧瞧。什么？打两下我们瞧瞧。打两下给大伙儿瞧一瞧啊。完，谢谢。说打两下就打两下，哎，第三个音都没有啊！你得打热闹点，打一套啊！打全了，我们也得三公里起步啊！走啊！开车的进来。你唱两句让我们听听吧，大家唱两句啊！啊，这个唱就都得练。那可我们那是起早功啊，起早功，天天打板啊，公园河边练去。嚯，天天喊嗓子，啊、到那儿都得练，高矮音的都得练。到那儿，丹田气，丹田气，咦嘿，嘿，咦。太厉害了啊！这不小多明哥吗？这不就是？哎，天天天天练，哎呦，就为学这个东西。唱两句，我们享受一下。看，随便来唱两句啊！来两句，来听着。哎，偶数来宝路钻，什么样的内容都能编。我不唱过去的老一套，把新的内容来介绍。今天那个观众来的真不少，我先向大家问声好，大家晚上好。嗯，能打就得能唱，能打能唱，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男孩啊！还好吧，还好吧，真好，真好。我问你，这东西真的很难哦。你看这个德云社吧，上百演员，好几百人，就这么来说吧，嗯，一百个人里最起码得有90多个人不会这门艺。嚯，你说这个玩意儿给你能的，这什么叫把我能的？就是今天省台的演员 啊， 前面这么多人。我们六个节目吧，啊，六个节目有10个人，对，10个人还没有，可能有9个人，嗯，9个人也没有，8个人，哎，这还干什么呢？对，六个节目他妈8个人演，这8个人里边就感觉有7个都不会，7个都就除了我，都是废物，都是废物，别怕我，你也算，不是，不是，你也会呀、啊。我就是不常展示这个。你会这个？我会呀、啊。好家伙，别闹了。德云社怎么说？就这快板啊、嗯！别德云社了，就我们德云五队来说，就这快板，我要说第二，没人敢说第一。我要说第一，掐死！哎呦，太狠了！掐死，扼杀摇篮！哎呦，哎呦，凭什么呀？跟快板界的泰斗争？哎呦，你太狠了，会就得弄死。我对多新鲜，你会吗？快我。会吗？会吗？不是会。再讲讲，会还是不会呢？你真会这门艺？我太会了，我小前就学过，那阵还 VCD 那阵，我就买过那盘，就是3分钟教你学英语，不是这个，它后边然后盘了3分钟教你打快板那种，我老买3分钟。对呀、啊，我们都是3年功，你三分钟就能学会。你看看你浪费了多少的大好年华！你要是买这个盘，你不能搞。我的天，我真是，我的当年我都不敢搞对象就没学着。哎呦，嚯嚯嚯！耽误我多少个对象？太厉害了，所以就这个你会？我能会呀、啊，能打。好，我这一打起来，这啪啪啪，这一打，这大板从这飞出去，当当当当当当，绕一圈回来，啪接住了。哎，这我知道，这我们那叫凤回巢啊！啊，这我练好多年没练会。对呀，哗扔出去，哗回来，从这再一使劲，哗到66路汽车站。啊、再啪扔出去，66路汽车站到南站了，玩回家了。哎，哗66就不到南站。不是。
难的。哎，咱别开玩笑啊，就是你能把这板扔出去，还能让回来，就是反正就是我是这么想的。我是这样，你要弄出来多炫酷呢，我这是光想管屁用啊。人家有那个厉害的，那个过去有那个大师，这个快板了不起的老师，就是扔出去，他这板哎绕一圈，他能回来手里。对，有这样，我这唰使一翻，我唰就出去了。他们回不回来是他的事儿。他们都说我是快板界的卓塔。卓塔是谁？奥特曼。他三十啊，还看奥特曼？你就说这多厉害！您还相信光我也掌握这门技术艺术，你也学过，我也掌握这个。唱啊，关于唱啊，这个唱词呀，太掌握太好了。不可能，我们都是秘本。我那是南派秘本。南边，我们是女派的。哦，那看着老君当年结了俩，那绝对不对。不是我，我糊涂啊。不是真的，我们这个都好多秘本啊，要不拜这个专业的老师，人家不送给你这个啊。我也有老师啊，我也有快板界老师，也有啊。我这属于梦兽，梦兽啊，就当年就我们哥俩学会这个了。这梦兽是什么？就是当年那个周星驰睡觉传他那个睡梦罗汉拳，然后我睡觉传给我的是快板儿。做梦学这么一门没有意义性的艺术，反正就是我们哥俩，就是老师当时就说了啊，一样教你们一样，反正就是你们。他怎么不教你那个呢？对，他没教我，就是你们哥俩以后多亲多近，俩人就是吊着把干吧，哥俩。反正跟周星驰。对，永远的永，后来我们俩就是。这包袱后台都能乐出来。就说你这胡说八道到什么功底？就是你们这也会。对，好多导演听过。对，我考考你行吗？行啊，考考你，我唱几段，我看看你功力啊。随便，你一张嘴我就知道是哪段。就别吹牛啊，别吹牛，你说你听过几段就得了。看看你那个作死的样子，怎么想把你牙掰了我？哎呀，看吧，一张嘴就是哪段？对，听着啊，吹牛。哪一段？这就是这就叫张嘴。对，你说呀，一张嘴你就知道是哪段。你得发出点声音呀、啊，这来点声音、啊哦，不能干张嘴不出音啊。听着，哎，哪段？这有点汉字啊。哎，不是汉字。哎，这怎么写吗？啊，一个意，一个爱。二声，哎，哎，真的，我说的是哪对？哪对？周东，我说的是他那个正经的，在谱的那个车王府那个里边那个词儿，唱那个。有词儿你也不会，还是哪对？听着。浊酒寒天冷风嗖，转年来春打六九头，正月十五龙灯会，有一对狮子嘴绣球，三月三十八首绕口令，太老的节目了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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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什么呀？这是入门款哦，入门款一上来呀，都得学这个十八愁绕口令。嗯，先看看你能力。咱别入门，咱直接就到那个攻读学校那个层面上。给你换一个，好，换一个，给你换一个。我说的是，唐僧到西天去取经，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。唐僧他坐着这扮演白龙马，猪八戒、沙僧左右护林，跟他们一块走。这行了，三打白骨精，这节目太老了，这个怎么会啊？哈哈哈哈我给三打白骨精过个生日，哎，过个生日是吧？还真是。有心不给面子了啊！哎、不要给我不留面了啊！不要给我脸面，我这样人不值得给脸面。听那段啊，快来吧，同仁堂，
同仁堂开立的本是老药铺，先生的好比谁手？等会儿，哎，甭叫吧，累了，上边坐这个。这谜底就在谜面上啊，同仁堂啊，对吗？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，里边哗嚓嚓嚓好几百药名，对吧？米诺地尔啊，你妈中药不开西药啊？它是一个多面手，都会，会，一点面子都不给我。不要再展示，这没什么呀。看把你能耐的，你就都能来是吗？咱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了，你还唱这个，真是。这样，你不这么大能耐吗？咱俩较量一下行吗？怎么较量啊？咱就比划比划快板业务。太好了，你不懂快板吗？没问题。快板，嗯，哎，过去有一种行业叫做数赖宝，听说过吗？数赖宝，好，太听说过了。数赖宝讲究的是即兴发挥，这能来吗？我太能来了，没问题呀、啊。快板 freestyle， 太行了，没有问题呀、啊。看什么唱什么，能来吗？可以。这样啊，咱们比试比试这方面。咱怎么？我告诉你，唱这些老段子不叫能耐。那咱们，我快板，咱就说这个 freestyle 这方面。我能支配人的行动。哇，我让你干什么你得干什么。是是吗？就这么跟你说吧，有一人在这待着来坐好了，当当当唱几句，我能给他唱站起来，站起来了我还当当当唱几句，我让他跪下，他得跪下，在这跪着当当当唱几句，撅着撅着，哎呦，我就有这方面的能力。我不信，不信，这坐着唱站起来我就不信，不信，我不信，比划比划，太好了，行吗？来吧，咱俩把桌子往后搭搭，走。真是趁我一个不注意，哎，来吧，咱俩坐哪儿？席地坐，坐哪儿？拿椅子呀，还得拿椅子，得拿个两把椅子。后台有椅子吗？哎呦，你拿是吗？哎呦，这人怎么这么厚道呢？这人。哎呀，这我的，你不坐，我还真客气，就给你拿是吗？不是，我也得拿呀，你把这给我，你看着别丢了。有坏人偷，就你偷。嗯，有，那老话说了，抓贼抓贼抓偷椅子的贼，有这个老话。你们多少人因为这样成了残废？哦。三年还真挺起来的学校小子。来吧，咱就往这一坐，咱就可以开始了，是吧？坐好了，咱这样啊。哎，前提得说明白了。坐吧。咱俩一会儿坐下了，坐下可就不能站起来了，谁站起来谁就输了。赏心。我没想到他飞这么高，还对着我的脑袋就来了，吓死我了。你来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咱坐下不能站起来，站起来就算输了。行，好吧，明白了。还有一点跟你说一下啊，咱唱这个过程当中啊，咱要唱点有意义性的，我有板有眼，有辙有韵，贺松的快板都有意义啊。啊，还有一点跟你说一下，你带我康复训练来了。我这算抢跑对吗？我准备的还挺充足。准备好了我就不动了啊。咱别动了，咱来吧，谁站起来谁就输了。哎，好，往这，哎，我这一坐下咱就开始了。好，从现在开始我可就站不起来了。哎，这屁股底下就跟有根钉子似的，我冰糖葫芦啪就给我穿上了。我往这一坐就好像屁股底下有一口粘痰一样。再也起不来了，那还真紧。哎，大家开始啊，来，打板就唱啊。好，你叫唤什么呀？这不叫叫唤，这叫叫板。我这哦，这叫板。拢一拢大伙的耳音，告诉大伙啊，我开始唱了。行，连琢磨琢磨词儿。好。哦，叫板。哦。叫板，哦，哦，你要死呀你！为什么叫起来没完没了呢？这个板，我们琢磨词儿吗？好，
伙计，你坐着听啊，这时候你还别逞能，过一会儿咱们两个人还指不定的谁行谁不行，为让大伙儿听得清，你往前挪挪行不行？行啊，站起来了。就这么简单，不是让你站起来你就得站起来。不是你这是骗我呀，这是我是为了给大伙能听得清我唱我才往前挪的。我这废话可不就唱着里面有陷阱让你干嘛干嘛。哦，这是我就直接说站起来，你这么听话呀。哦，这是我们家狗都没那么听话。哦，有陷阱，我还以为这是他们能控制我的中枢神经呢。我以为是就是我这唱词当中保不齐哪句话你一不注意你就掉进去了。好嘞好嘞，明白了明白。明白也没用，别多了，三句话照样让你站起来。三十句三百句站不起来。吹那个牛三句话一样，听着吧。来，听着。好，打竹板这个竹板打一句了，我用你数着。你这么欠的。打竹板，竹板打一句了。你把那坑闭上。打竹板那个竹板打，咱俩唱是一段快板书。哎，你是中戏的吧？我真能给自己加戏，这戏真足啊！这你吓我一跳。站没站起来？不是，我这是站起来，我这是下去了，我这是。哎，你屁股离没离开椅子？你别，咱别下，咱正经唱行吗？我唱的哪句不正经？正经，我唱的哪句播不了？你告诉我。不是你这怎么了？我唱的哪句笨歹？哎呀，真是！你爸网上你说我去，你骂我。也不必骄傲。我给你打个样啊，你给我打这个，让你看看我是怎么唱的。你过来，你别离我那么远。我想出块。我唱快板了，你过来呀、啊。郭老师都得离你远点，何况我。我开始唱了啊，来吧，你打个样，我听听。哦，我的进火鸡。哦，我的孙火鸡。谁姓孙呢？哪是孙火鸡呀、啊？这后台。他们一见你们，哎呦，孙伙计，谁呀？我姓朱啊，朱孙子吗？没有这名字，不好听哈。对，好，我的进伙计，好，我的孙叔伙计，你来了，我来了，咱俩唱段数来宝，你说好不好？咱俩唱段数来宝啊，我说不太好。为什么？不太跟你唱啊，因为我觉得你。当个演员吧不够格。哪不够格了？哎，本来嘛1米3的个头不算高，上台你还猫着腰，舞台美你根本弹不着。我1米3，这还往多了说呢。我1米8。一米八。我真的很高、啊、还好1米8。你知道1米8多高？远了甭说，你都没他高。我肯定比他高。不可能有话筒高。我肯定比他高。你来比比。我跟他，我肯定没有他高。这小子可以，还真注意。嘿，哎，因为我双脚离地了。我是上下领高地了。行、哎，叫伙计，你坐着听啊。现在你当演员也不行。我怎么着？枣核的脑袋，小眼睛，两条腿走道有毛病。我脑袋小，这咱就不说啊，眼睛小都不提。我腿有毛病，有毛病。你我这个腿，这是标准腿，这罗圈腿，标准腿，罗圈腿，标准腿，标准罗圈腿。罗圈腿那是大括号，你站我这腿能有问题？站起来，你走两步。我走两步，我走。不罗圈腿，走两步，让我们瞧瞧。但是不会走道，他也住着意呢啊！不信任呢。这叫伙计，你坐着听啊，这个新老节目我全行，100多的我还挂零。都会还挺多，哎，100多段还挂零。那都会什么？我听听。大武艺、小武艺、舞女七跟西游记，这都是老段子。节目我全行，没什么意思。
还会什么？我听听。新老节目我全行，一嘴多字还挂铃，说武达，唱武松，齐天大圣孙悟空，三道芭蕉扇，三打白骨精。你们练练一样的节目我全行。还会什么？我听听。水浒、聊斋、济公传这些个节目我也行。稍微细一点啊，我听听。这都是我们坐我右边坐着一条狗，这条狗好眼熟，就好像大的妈家，大的眉毛大的眼睛大的鼻子大的耳朵大大口，大的妈家大个儿的鳌头狮子头。人身攻击骂街是不是？谁骂你？别谁，我去报。我这边也做一条狗，这条狗也眼熟，它好像我那二的妈家，二眉子，二大眼睛，二大鼻子，二大耳朵，二大口，二大妈家的二大鳌头狮子头。语言太过激烈了，都得死。唱点好的行不行啊？唱点好，唱点那个建功底那嘣巴烂蹦的那个。你会那段子吗？我怎么不会呀、啊？不，你还会那个基本功的段子？乱蹦乱蹦就跟那个小河虾一样的那个段子有吗？我听听，我看看什么叫小河虾，叭叭的蹦。跟来点那个正经那个绕口令啊！你听我这。我听听，我听我多绕嘴。这不都不捅葡萄皮儿，不都不都捅葡萄皮儿？来不了。这绕口令，这反不注意就过去了。啥呢？脑子拧了，就像脑子现在就像便宜的花生油一样，对吧？拧了都，就一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哎，啊，这有什么难度啊？你会吗？你自个儿再编一个我听听，再来别的，有吗？出西门走西路，十两块鸡皮补皮裤，那个是鸡皮补皮裤，那个不是鸡皮补皮补皮裤。有一个面铺，面铺门，面铺的门口挂着个蓝布棉门帘，那个挂着我的蓝布棉门帘。我瞧了瞧这个南门带着个面铺，面铺南那个挂着我的蓝布棉门帘。我瞧了瞧南门卖了个面铺，还是面铺南呢。天雷没事儿，出城西的树木狼林有高低，这个一二三，三二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六五三二一，六五四，三二一，五四三二一，四三二一，三二一，二一一，一个一，数了半天一棵树，一棵树结了七个枝啊，七个枝。我接的是新的陈的学的是的李的李的李，这是一个绕口令，唱的不好大家多把意见提，我们努力再学习。站起来算一个小的才艺展示啊！这个节目呀，对做数来宝，对这个以这个唱快板啊、打快板为主的段子，是这个来说啊，这也算说学逗唱里的其中一门，嗯，属于唱，对唱好多朋友都知道，嗯，对吧？有这个太平歌词，包括这个快板书啊、数来宝，这都属于唱。但是相声吧，不以唱为主，还是以说为主，说口啊，对吧？就说话聊天，嗯。出我们的口啊，入您各位的耳，哎，啊，通过一些呢小小的矛盾呢、啊，产生一些包袱笑料，让大伙儿开开心心的，真是这样，满意而来，满意而归。嗯，像我们，尤其像那些年轻演员吧，在舞台上无非就给您卖力气表演，磕磕磕磕夜夜的给您去演出，兢兢业业啊，反正就是卖力气的意思啊，开心。尤其这个行业吧，现在这个门槛啊很低，就这么跟您说吧。但凡有张嘴您就能说相声，嘿，但是难也难在这儿。怎么意思呀？就是您大家伙儿，您也会说话，我们也会说话，您为什么花钱买票听我们说话？为什么呀？上当了。哎呦，不能这么说，这都是爱好相声的知音，语言还是有技巧性的，有魅力，不是谁都能干的，也不是谁都能干得好。是是，对吧？你尤其说话，说话确实一门大学问。哦，就这么跟您说吧，研究语言，说话聊天，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，你说的话多话少都不一样。什么地儿话多呀？你比方说吧，朋友之间的啊，比方在饭馆见面的啊，话都多。是吗？哎，都是俩人啊，
偶然的机会都饭馆吃饭了，碰了面了，话多不显多，还显得热情。你举个例子，您说，比如说啊，我这点了一桌菜，啊，刚要吃还没吃呢，我一扭头我碰见您了，瞧瞧我，哎呦，哎，刘朱老师。哎，老秦，你好，我在这儿。您这吃呢？我可不这吃呢嘛。合着您天天这吃？我天天这吃，就这么跟您说，啊、每天下了班就这顿准这吃，不回家吃了？甭家吃去了。您看这都几点了？他们娘儿几个在家都吃完了，我在外边随便吃点就得了。哎，这话说的，我今儿我没外人，哎，一桌吃来，您来。不去我不吃了。哎，甭客气。来吧，来吧。我不吃。你客气什么呀？我吃。吃完了，吃饱我走了。别走啊！啊，您再来点不热。我真不吃了。您喝两口气的。哎呦，您太客气了。来杯饮料。哎呦，不用不用，多少来口。咱们下回行不行？下次啊。下次好吧。下次来个机会。太好。咱联系，我给你打电话啊。咱联系啊。咱联系，咱联系。联系。哎，得嘞。好啊，您慢点。谢慢点。哎，你看话多不多？还真多。不行。什么地儿话少啊？厕所。厕所。厕所没有话，这不说话啊！哎，你小便的话，尿完就走了啊！他不够你一句话的功夫，哦、对不？你除非你大便，嗯，大便都是隔断，你跟谁聊啊？嗯，对不？你除非你是过去那种旱厕，嗯，用旱厕呀，没中间没隔断，都是一坑一坑一坑的。对呀、啊，有人这不就聊上了吗？聊聊也就聊聊几句，有也有的聊啊。对呀、啊，都蹲好了。你这带纸了吗？带了，带了，拉吧。我就不请你了啊，自己拉自己的吧。祝你成功。没有可聊的内容。你把刚才饭馆那套搁到厕所，这不就聊上了吗？这就不是一码事儿，那个话你就不能放厕所。没问题，你觉得合适？太好了。好比说啊，咱哥俩到厕所拉屎去了。真拉屎了。你这干嘛呀？你扒着底下那沿儿拉的。人人都是小班长。好比说拿纸到厕所拉屎去了。哎，你拿点纸好吗？行，来吧。拿纸到厕所拉屎去了。别真拉出来了、啊你拉屎有点样子吗？后边他看得见吗？他看不见，看不见以后买头牌。你站着拉吗？你想发个抖音？这不是你想发，前面那几个照片录像都想发。你们是没见过老爷们拉屎吗？没见过。我没见过老爷们拉屎，这嗓子怎么使这么大劲儿？那废话，那下面使这么大劲儿，我真拉出来了。就做比上样吧，做比上样吧，就那意思啊。你拉屎这么没有表情吗？你凭什么拉屎这么舒服？我属于就没有那种欲望，就是想蹲。老爷们都爱去厕所，来吧。每天下班就这抛准确拉，不回家拉了。您看这都几点了？咱们家几个在家都拉完了，我在外边跟着拉着就得了。哎，您这话怎么说的？我这没摆人，蹲一块拉。您来，我拉完我走了。别走，别走啊！干嘛呀？你再来两口热的。